你今天晚上不是加班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别提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加班的。本来还说周日还要加班的。然后说那个芯片没有，下个月产量减掉一大半。本来说下个月产量4000，现在只有1000。你们这个芯片也缺，不是说那个车子的那个芯片也缺吗？手机的芯片估计也缺。现在那个产品也要芯片的呀。都烧好一个菜了。嗯。这个咸鱼看上去好有食欲。花生米饭吃起来过瘾。西林肉丝烧汤还放老抽啊，放一下。问你说要不要切一下，你说不用切，你看这么大这么长，生菜长一点无所谓啊，生菜是脆的，太长了。感觉翻身都困难了。翻身困难是你炒多了呀。哪里多？这好一盘多不多啊？飞翻过雪山，穿越戈壁，和你不期而遇，感觉到昨夜的交集。是有什么开心事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还哼着小调，做着饭还哼着小调？我平时一直都喜欢哼小调呀。还以为有什么开心事呢。加个鸡蛋，汤鲜一点。今天这个汤营养，有肉有鸡蛋。今天好冷啊，我下班回来这个丝巾我都不想摘掉，冷死。我在学校门口等他的时候冻得瑟瑟发抖。你还等他了？嗯。出来那么晚打扫卫生。咸鱼好香。咸鱼泡的时间稍微有点久，早上泡的。我吃挺好吃的呀，味道有点大。嗯，其实泡4个小时左右就，我感觉。嗯。你俩口味比我口味重。